老板大的三叔啊。 我们部落的年长的女生在做一个祈福，交代我们的业务该如何处理。 所有的要放在我们的厨子或者是等一下全部要一起分享给我们部落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前面的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到旁边一点点哈，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都没有办法看到，谢谢您的配合。他那麦一直往前拿。 这个祭司呢，就分这个好做的这个肉啊，分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壮丁。在我们舞台前面的，除了这个祭司女士先生之外呢。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麻烦你请到旁边来这个官长。这个祭司呢，现在呢，发这个烤过的肉给所有的这个壮丁。马来西亚的海，海南的马来西亚。 刚刚所杀的这个肉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来吃完，而不能带回去。如果你带了回去后不吉利，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肉呢，肉块呢，在这个地方全部吃完。 现在要这个祭祖了哈。 这个，现在呢，有，我们带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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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para la mano, para que se qu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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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que se quede,四组，四组。到啊！哎呀！好，在我们这个舞台的这个右手左手边呢，这个小朋友是，我们欢迎这个所有的好，回去了。啊，这个贵宾朋友，如果你有带小朋友的话，你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台前来做这个动作哈。大概在五岁到八岁的这个小朋友，有大人来带到我们的。前面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呢，到我们的舞台的左手边这边。接下来，这个是一个仪式哈，就是训练这个小朋友这个侧耳哈，通常侧的这个耳都是这个上路，因为呢这个上路呢跑得很快如果因为你不容易射到哈如果这个射到这个耳朵，表示说你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射到。现在由我们的年长者发给我们每一个人铺入我们的贵宾的水月的酒，开始在庆祝原住民呢，只有这个布隆族，还有这个八部合音。八部合音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这个音乐啊。
到我们部落的勇开始报战功。啊！走走¡Por favor! ¡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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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 ¡